刚刚就发生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啊，坏消息。走走走，出发，去找一找我们要找的东西。首先，我们去市基隆那边吧。先去市基隆那边，我觉得那边也挺靠近16的那个雷龙啊。我们先去那边看一看呢，因为太远的地方也是很难呢。看一下甲龙，看一下甲龙，哇，好多甲龙啊那边，应该是我之前杀了他们，然后全部就在这里出来了，冲得很快的。哎，不是这只，不是哦。我还以为是这只，这是哪里啊？可能已经跑掉了，相信还是跑掉了。前方好像，前方还有一只，在水。啊，是你了？怎样抓它嘞？这么我常常说这句话，怎样抓？怎样抓？跟着它啦，跟着它。先跟着他，他很厉害啊！又跑出去，都有水啊！哇，有水都快过我顶啊！怎样追啊？如果他会停下来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啊，我可能还可以围住他。不过你看他的，可能是他看到我，他会一直跑啊。我觉得看到我的关系嘛。如果走前去。不是很懂，不是很懂它的移动方式是怎样啊？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 AI 是瘦瘦底的啦。哦，如果这里它会跑去水很难啊，跑去水是很难。你看，会游来游去。我射了它，我不懂它会往哪里走。还是有办法卡住它，卡住它也是个问题。你比如说在这里，除非有办法卡住它啊？难道可以？我试试看啊！我现在，哎，哎，卡住它，它在哪里？跑出去了啦，顶啊！好像快我打到它，为什么叫到这样厉害？往哪里走啊？他差一点点了，觉得，哈哈，哇，往哪里走啊？他整只失踪了的，哦，走到这里来，想办法哦，除非他卡住了，这样不知能不能呢？尝试一下，尝试一下。好啊，不能，走啊他，走很快一下，也是一个问题。哎呀呀呀呀！尤其是在我制作东西的时候，完全不能骑东西也是个问题。那我卡住这样，其实会有什么了？会有个时间，哎，这里耶，这次呢？这次不知道能不能？哎呀，也是不能了，有个。剑形象帮忙也不能。如果我这样，是我能卡住的时候做东西的，我忘记了。如果我真的做到是 OK 啦，他做不到也是糟糕。比如说我这样啊，他也会往另外一边，他也会往另外一边。你看，不能啊，很难一些。哇，96的 battery。96等的 battery，可是啊，流血了。battery 啊，我 try 看 battery 也不错了。那个东西也太难抓了，尝试看呢、啊。我是怕也是会死掉了，
用这个普通弓看一下，普通的弓看一下，会有弓哦。哇，他的手下来攻我，真搞笑！杀死他先，他还死了。我慢慢来了，射了头啊，还是要直接用，直接用我真的是怕他会死。用那个十字弓的话，只要血量再高一点，如果可以高的话就 OK 了。不要像四级龙了，四级龙会很危险。四级龙没事，这个可能是可以。不过你看，哇，头都，他头都穿了，头都穿了，感觉也是很难。如果杀了他，也是降不了了，拜拜了。再找过来以后，这个绿色蛮不错的，刚好发现，可惜还是卡住，给人打到这样。你搞啦，给我抓啦，给我抓抓，给我抓抓这样了，给我抓抓了，不要。九十六等其实是合格了，对我来说 ，OK 的，进位了就一百等喽。哇，头爆了，真的是肿头龙啊！他头真的是肿啊，就是，真的是肿，真的肿了他。还没晕，我剑真是剩下十支，哎呀。这把没有事了，这把没有事了，完全没有 rush 了，对他来说，难道真的是要十字弓？要十字弓吗 ？try 看呢、啊，最后一刻 try 看十字弓，射他头是不是没有事哈、啊？看了不要射他头，看着，很奇怪，射他头没有事这样的。这个身体反而流血更多，这样。哦，真的哦，是啊，头没有事哦，是啊，这样多。你看血量，嚯、哦，那是头顶的关系吗？哼哼，我真的很无缘啊。至少还晕了啦，现在。相信是可以喂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喂了啦。应该是蛮不错一下，你看 ，OK 了。他会这样快饱吗？没有了，还好吧。Timing effect 不太好。如果是果实的话，当然是最好。不是果实，水果那些，蔬菜那些了。OK。39还不错了，39总算抓到了。这个当然是叫白痴仔，白痴仔是白痴女啊，哼哼，宰了，因为还是公的，耶、yeah, ，终于抓到了，哎呦，直接可以做他的案，那么容易吗？那就直接做吧。直接给他骑上去。好的，多少等135，蛮不错了。哼哼，而且还是绿色，就来吧。现在我觉得要抓一个夹龙啊！刚才在我没有路痴的时候，就发现了有夹龙，总算可以遇到夹龙了。因为之前在我们草石岛都一直没有遇到高等的啦。OK， 哎呀，什么鬼啊！这里真的是很鬼危险的地方。我不觉得会有人在这里，就是会建个家，真的是很危险啊！我觉得是可能是地理的关系了。这个地方什么鬼都有，暴龙、牛龙，然后那还有那些很麻烦的东西咯，虫啊。迅猛龙啊，然后又有那个双棘龙啊，什么鬼都有了这里，所以很杂的地方，要抓东西不容易。
就是会打扰，一直被打扰。总算我们抓到一只了，下一个甲龙吧。甲龙之后我再看雷龙啊，看雷龙如何。其他我觉得都应该都没有什么白等了。好的，就是这边了，一白等，那就是这只。问题是两个在一起，哈，他会攻击我。没关系啦，连在一起应该都做不到什么反抗的了，哈，我们就来了，就来试试看。母的哇，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甲仔、甲女、甲女吗？难道要叫次女了？就叫，次女，喂喂。雷龙，我不是要抓你，你的尾巴不要过来，我很怕攻到你尾巴了。在我觉得甲龙防御很高一下的，它就是很硬一下。哼，不懂会不会跟肿头龙一样啊？就是攻它的头部没有用。刚才那个肿头龙真好笑，一直攻它头没有事，我自己都傻眼了。现在这个应该 OK 吧，用十字弓我觉得是蛮不错啦。哦哟，反击啊，他用他的尾巴。哦哟，不是搞笑，这样看啊有一种另外的感觉，这个甲龙好像不同这样，可能是接近了他的脸啊，接近他的脸看有点不同啊，稍微的不同，平常没有这样接近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次女次女，我要收服你，倒下倒下。他的声音很厉害啊，好像要吃掉我这样。啊！OK 啦 ，OK 啦，这个的话，我觉得看一下，相信是 OK 的。三角龙的使命很重要啦，对我来说，现在因为要靠它，就是现在还有帮我拿着麻醉药一堆喽，然后又可以帮我打果实了，很实用的一只龙，比我想象中更好用。更好用啊，哈哈。虽然之后会去收服雷龙了，雷龙的话放在家里，或者是看一下怎样吧，因为他会更好了，他要收果实我觉得更好。 Oh no， 打到那个雷龙啊，追着我追着我，糟糕，我不想打你了的。就 try 看啊，这个东西很难饿了，很难饿，试看能不能。我希望它很快一下了，蛮久一下，觉得它真的要吃蛮多一下的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的加快了，加快了来看。哦，满了天了它，哼，还要饱了，真的糟糕啊。不简单，这东西要很低啊，它食物就是要饿到很厉害，可能是要整2000这样。因为我饿，刚才喂它的时候是4200就喂，所以你看它的食物是7200，要很低才可以。没关系吧，差不多的了。再调快一点点应该 OK 的，再快。等级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140这样吧。OK。140, 啊可能是142。142这样。OK， 我可以调回。哎呀呀。OK， 可以了可以了。可以了。
这个东西一四三了，不错了，不错了，至少我抓到用了接近，我用了60个麻醉药 ，OK OK， 不错。我血量不足，甲龙很强一些的攻击力，蛮不错的，我觉得。这两颗都是甲虫这样，甲甲甲的一个脚一个甲，再看。不懂他会不会追？好像好痛这样，他好像好痛这样。哇，飙血很快吗？还是做什么？不知道。哦呦哦呦，来了来了，走了他，走了，不追我，反而走，这样好笑吗？看他怎样走啊！感觉他也是会卡住了，嗯，会卡住，啊，哇，来啊来啊来，走啊走啊，这里的石头可以卡住他，觉得，嗯，这块石头应该可以卡住他，可以吗？可以了应该，哇，很接近，紧张到可以下来，紧张到可以下来。不，那哇，感觉他嘎昂雷啊，勉强来，哎呀呀呀，我的剑竟然烂了，这个时候，糟糕糟糕 ，Oh no， 我还有弓吗？弓不知还有没有？哇，他的头，嚯，冲过来了。用太多了，这个弓没有带到第二把回来，没有带到第二把过来啊！我这样的话就很糟糕了，要用小，要用普通的弓的话呢，哦，走啊！要用东西卡住它。现在我不懂要不要回去，因为我没有弓的关系，很接近啊。哇哇哇！过来啊，过来！他还是过到来，过到来。这个石头不是可以100%的卡住他？看到了吗？嗯，很容易过到，很容易的过到了。嚯嚯啊，他的颈真的是特别恐怖！哦哟。哦，跌下去了，跌下去，这是就，哈，搞笑了，这是。OK， 那其实我现在就回来要做我的工咯，刚刚就发生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啊，坏消息，就是我到后面就是这座山的后面那边去。采集那些铁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骑着我剑齿虎去了，突然就是那个剑齿虎就卡在那个树那边了，所以当我打掉那个树之后，它整个都不见了，所以应该是找不回来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 bug 啊。之前在我测试那个四级龙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有发生过了啊。那时我的就是我召唤出来的四级龙卡着树，然后就突然不见，没想到现在正式游戏也是真的是又发生了一次，而且存档的话，它这个游戏也是直接让我直接一不见了就存档了，所以我就补救不回了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剑齿虎之后要再抓第二代了。我可能要找一个地方，就是立一个墓碑给他了之后，再找个时间呢，看一下哪一个地方比较适合的了。真的是非常的极度不爽啊！其实我没有想到的事情。好吧，现在我们等一等这个 Meta Ingot， 应该都好了啦。我可能做带三把去了。带三把去，就是做那个，去抓那个
雷龙，相信是 OK 的。我还有一把，这个的话好像可以直接 repair 是吗？我现在发现原来修理的话会用的铁比较少嘞，这样不是更好？这样更好嘞，因为我没有留意过啦，这个东西没有留意过，原来是有这样的。好吧，是这只啦，因为之前它跌了下去。对啦，相信这边它也上不了来，极度完美的位置就射它了，射它。哇，它攻到我们，哇，这样钱吗？可是它是用尾巴，所以它攻不到我，应该是攻不到吧，我看它怎样。哇，好恐怖嘞，好恐怖，它跑啊，它跑，走前去一点啊，走前去一点，瞄一瞄它头，感觉它是不会给我看到它头吧，感觉是不会了。如果是那个泰坦巨龙就不知道了，泰坦巨龙可能它是会用头来攻击。这个雷龙它已经设定了用尾巴，这个头的话有点难，你看它在石头里面有点难瞄，射这里算吗？也是算了。哈，几千啊，没有试过这样钱抓这个雷龙，雷龙啊，倒了倒了，哦哟，发癫，他还在赶昂雷啊，他还在勉强的在撞那个石头，他头往出来会比较射他头了吗？啊，打啊打，可以不死我，攻击我，攻到我呗，没有这样快倒了应该，因为你用十字弓，我觉得也是有限吧。以前我抓那只是第二季抓是用枪啦，所以它快了，这个的话相信要很高一下，要很多一下，很多支箭吧。哦，它要走上来啊，聪明的，它已经知道那个路线了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你看它会上来，好，它又走过来，哈哈，蛮聪明的，树都不理。啊，来啊来啊，来的话就啊，来啊来啊来，我又回来这边了，感觉他会夹硬雷，你看夹硬雷啊。哦，射到的，我是射到的，其实是蛮远的，看了一些影片才知道，其实箭那些我看别人玩了，他远远都是照样这样射，相信是可以达到的。投吧，来点刺激的、准确的，头部，他已经卡到这样了，完全不能动，倒在那边是不错了，倒在那边的话 ，OK。其实时常有人会问，到底是怎样弄这个十字架出来？就是射箭的十字架啊，打了打了，打了打了打了。射箭这个十字架其实是在界面可以弄的，界面那边蛮容易一下的。那个什么 cross， 什么 cross 什么东西，就是啊，看了血量 ，OK， double 5万1万5。觉得我要带那个三角龙过来，因为麻醉药都是在他那边。check 东西。哦哟，这里也有100等巨蜥耶，这里也有啊，我完全都不用去到沼泽，
好的，我已经让他的食物掉到2000以下了，已经是很低很低了啦，所以我们就现在 try 喂他看一下， try 喂他看一下。 OK， 喂他喂他，这个放进去，准备准备，觉得 top ball 可能是要给他吃一点了，我们就来加速吧，加速。OK， 抓到抓到，我不懂为什么，哈，抓到了 Pronto， yeah， 因为我在加速的状态下了，他是反而我完全不用用那个麻醉药，不懂是不是是雷龙的关系呢，还是加速的关系？总之我们就抓了，你看他的脚抽筋，而且是，而且是这样的。一般一般这样，我们就叫他什么名好啦，叫什么名好呢，这个抽筋仔吗，难道要叫他，因为他脚在那边卡住了。那这一集真的算是悲剧发生了了，像其他的那些龙还没抓的龙，我们接下来再抓吧。OK， 今天先到这里，拜拜。